Andy 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苗台。我们今天要开福袋，我们现在在 Andy 啊总部。我们今天要开这个福袋，是全家的，感觉很特别，特别的福袋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，我们就来开箱吧。是玩具吗？全家便利商店卖的应该不是玩具哦，应该饮料吧，饮料之类的。哎，真的哎，饮料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饮料。有一瓶饮料，爽健美茶啊，可乐果，还有什么？我玩你最喜欢的糖果。一个饼干。还有什么？黑色袋子。哦，这个是。花瓶。啊？我猜的。怎么会有花瓶？这是蛋糕，是不是玻璃的？是哦。塑胶的。伟伟拿到的是养乐多软糖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全家在过年期间会卖的。真的，全部一模一样。之前那里面呢？我刚才我也有看到，真的全部一模一样，所以它里面放的是全部一样的。哦，没有魔鬼，没有，没有魔鬼啦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爸比刚刚说里面有魔鬼是假的啦。就没有吧。哎呦，害你被骗了，对不对？就没有。吓了一大跳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啊，最惊奇的应该就在这个黑色包包里面哦。不是，这里面不是最惊奇的，这里面没有什么好惊喜的，这里面。啊！很奇怪的东西，很奇怪的东西。等于说花100块钱买一些糖果是不是？哎呀，平常不会吃到的糖果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摆在桌子前面给大家看一下，100块里面可以买到什么？糖果，它比我打不干。好的，来，爸比帮你打开一下。哎呦！波波杯，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叫波波杯。对，我有啊。等一下。根本就一模一样嘛。来，波波杯我可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送花的啦。根本就一模一样，所以里面的福袋都一模一样。你看，我们拿出来这个，全部都一样，根本就全部都一样。那里面还有什么呢？口味不一样、啊。看一下，看。哎，里面还有一个红包哦。抽奖券。好，打开来看一下哦。有没有重点、啊？撕开来，撕不开。撕开来看一下，搞不好汽车就在里面了，会不会？什么汽车？啊，那里还有其他的、啊。来，我们来打开，打开来。汽车吗？打开来看一下。一定要汽车哦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来喊一下喽！汽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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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摩托车，摩托车，摩托车。摩托车啊，脚踏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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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三轮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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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？来，打开来看一下。没有。锵锵锵锵。没有。中奖。头奖啊！头奖要登录序号。什么头奖？2到8奖立即开奖区，啊？什么东西？明谢惠顾。所以什么都没有。普奖专区叫做大美式买一送一。哎，刚才的那个嘞？完全一样啊。糖果，糖果，什么意思？糖果的。跟上一包是完全一样的。好了，我们全家福袋就下个月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你喜欢我的影片吗？记得订阅哟，按赞，还分享，还分享。再见，拜拜，叔叔，拜拜，拜拜。